欢迎收看金华城球友频道，我是207小团长，他是225，他是170，方大奇。来到了安和国际观光夜市，这在新店的安康，要挑战飞洛丽投篮机。走到这里发现，哇，人超少的，至少可以走到很大的空间。好、哦，看到了，这是黄金飞洛丽投篮机，等一下是要挑战这一台。啊？
Thank you.
辛苦了，我们继续努力拼向未来。谢谢大家，记得要帮我按赞、订阅、铃铛和分享哦，支持我们金华城球友频道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